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我在去朗高义的时候呢，有遇过，真的是一件事情，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在我睡觉的时候呢，跟我的同事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分着两个不同的房，在同样的房间，但是不一样不同的床，然后各自的单人床，就睡觉，就休息。然后当在我睡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人头，哦，那个人头呢是一个男性来的，然后他在我的裙裤底那边，就好像要钻进我的身体哦，大概是在我的裤底那边，那么我就眼睛都还没睁开，我就因为我在。对这些东西有稍微一点敏感，那么我就眼睛都还没睁开，我就这样子先注视了，啊，注视那个东西前进。当我打开眼睛的时候，然后我再往前一步的时候，往前按的时候，我发现到那个头，那个人头已经不在了。那时候我就因为我没经历过嘛，那个是第一次，哦，那么我就觉得，没什么好怕的了，哦，你到任何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，通常都有这些东西的存在，只是，可能刚好我很巧妙的被他发现，然后他刚好他有经过嘛，经过我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就这么想，但是。其实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，就是说，我们有很多时候，都有很多人在看着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但是，这个也是给我一个一个旅途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忆，一个记忆吧。那么。没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哦，只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尽量都要先保持，尽量就是先注意安全吧。虽然有时候我们都这些东西我们都避免不了，但是，尽量保持一定的安全，先注意安全，才看怎样。才看怎么解决，因为这些东西不是，也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了，至少让我有一个回忆。我做最疯狂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以前晚上，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晚上12点到学校。为了要拿那个肥皂，因为肥皂呢，明天要交功课，那么功课交不了，但是我又忘了拿回家雕刻那个肥皂，哦，那个，那么我就没办法，因为已经太晚了，晚上12点你怎么去买呢？然后我就12点加骑着脚踏车，哦，一个人从家里跑到学校。去拿我的肥皂，但是到那个那到了学校呢，我才发觉到，其实那间学校已经锁了门，那个，所以但没办法，到最后还是要回来，然后明天就被老师挨骂，就被老师骂了，说你没有交功课，我觉得我觉得好笑，但是也是一个经历啦，哦，那么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，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我在去朗高义的时候呢，有遇过，真的是一件事情，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在我睡觉的时候呢，跟我的同事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分着两个不同的房，在同样的房间，但是不一样不同的床，然后各自的单人床，就睡觉，就休息，然后当在我睡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人头，好，那个人头呢是一个男性来的，然后他在我的裙裤底那边，
就好像要钻进我的身体啊、哦，大概是在我的裤底那边。那么我就眼睛都还没睁开，我就因为我在对这些东西有稍微一点敏感，那么我就眼睛都还没睁开，我就这样子先注视了，啊，注视那个东西前进。当我打开眼睛的时候，然后我再往前一步的时候，往前按的时候，我发现到那个人头已经不在了。那时候我就因为我没经历过嘛，那是第一次啊，那么我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了啊。你到任何的地方，不熟的地方，通常都有这些东西的存在，只是可能刚好我很巧妙的被他发现，然后刚好他有经过啊，经过我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就这么想啊。但是其实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啊，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人在看着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但是这个也是我给我一个很旅途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忆，一个记忆吧。那么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啊，只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尽量都要先保持，尽量就是先注意安全吧。那虽然有时候我们都这些东西我们都避免不了，但是尽量保持一定的安全，先注意安全，才看怎么解决啊。因为这些东西也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啦，至少让我有一个回忆。我做最疯狂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以前晚上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晚上12点到学校，为了要拿那个肥皂，因为肥皂呢明天要交功课，那么功课交不了，但是我又忘了拿回家教课那个肥皂那么我就没办法，因为已经太晚了，晚上12点你怎么去买呢？然后我就12点加骑着脚踏车一个人从家里跑到学校去拿我的肥皂。但是到了学校呢，我才发觉到其实那间学校已经锁了门，所以没办法，到最后还是要回来。然后明天就被老师挨骂，就被老师骂了，说你没有交功课啊，就我觉得好笑，但是也是一个经历啦啊。那么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，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he Baba.
Mm-hmm.